啊，咱各位同心，大家阿曼，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真欢喜今仔日，好，大家肯开时间，唔啦开时间，佮开钱来遮上课。啊，咱真济离开学校足久啊，吼。啊，要到遮坐三工，哦，迄无简单呢，吼。啊。而且咱上课不是一届，就是拢讲到两点钟。啊，你若中途有要去洗手间，吼，你家己点点啊去就好啊，吼。好，那么我先自我介绍，我潘良华。啊，我这个潘是素姓，是我是原来原住民，但是我是平埔族，哈，平埔族。啊，可能。过去真济台湾人自认为伊是汉人的后代，所以真看轻平埔族的人。啊，其实平埔族就是住伫西部海岸边啊，吼、哦，平地所在，所以叫做平埔族。所以台湾有两大族群，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住伫高山的高山族，吼、哦，高山族。那么高山族较早敢若讲有九族，所以南投遐有一个九族文化村。其实高山族，那过遐较细族的要加起来，甲要有二十族吼。那么即马中华民国内政部有甲承认的有十六族啊，第十六啊。去年佫加增加两族，哦，一个叫做敢若卡纳卡纳富吼。一种哈，啊个一个我袂记啊，而且拢人数拢足少的，几百个啊呢。那么平埔族嘛有十几族，啊较有名的差不多十族。哦，你位北部宜兰遐有克马兰族，哈、哦，台北有凯达格兰族，哈、哦，啊边也选到两千年总统就任了。甲总统府头前咧接收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咧纪念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那么桃竹苗家有道卡斯族，中部、中华、台中、南投，哦，只有三个族，有这个八寨，啊一个帕布拉，一个马布萨，吼、哦，这三族底下。那么云林甲嘉义有一个叫做红安雅族，那么台南地区有一个上大族的平埔族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哦，所以因敢那伫这个山，那个大内三乡一边遐，哦，有设一个这个西拉雅，敢那西拉雅迄个什么，有一个专区的对吧？因遐还阁有咧业绩，吼、哦，每一年因咧最近有一个业绩，因咧牵曲牵曲，我那像歌手海咧手牵手咧唱歌或者牵曲，吼、哦，牵曲。那么我是高滨地区马卡道族的后裔，吼、哦，马卡道族真少人咧讲，但是社长顶。伊选到高雄市市长，吼、哦，拍败这个吴敦义，啊，伊为着要纪念阮的祖先，所以有伫这个纵贯铁路，吼、哦，的东边开一条新的路，叫做马卡道路，吼、哦，啊，所以来来咧纪念阮这个马卡道族，啊，你若要记这个族的名，该好记。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哦，回家来弄来包死的哈、哦，我就是去做的，安尼就知影哈、哦。啊，我这生就是台青的官员来台湾，啊咧，伊迄个地方官吼，凤山府城的地方官啊，带出来视察，啊，看到阮的祖先住的所在，一般啊。
什么？你若看到什么虾有无？后边有一个虾，满头虾，吼、哦，咖喱湾虾、雷虾、棒色虾，后边有加一个虾，迄种并不足的，吼、哦，有番虾、万丹吼，屏东的万丹有一个番虾，哎，因为迄个番，大家对这个番的印象拢无，所以因要求讲，把番迄两点摕掉，变做香色。变做螃蟹。那么伊就迄个台青的官员问讲：“啊，因这大只只这种生啥？迄阵阮的祖先无咧用生，无生这个传统。啊，台青的官就讲：阿伯，安尼我甲素生。啊，阮的祖先拢开住伫河边、溪边，买洗物件吼，洗衫裤、洗身躯，唔该方便。”所以阵素温生潘这个生，住伫水边的番哦，我就是住伫水边的番，所以嘛就阮生潘是安尼来。啊，这大清这个官员算有学问啦，这个生袂歹，你甲看有水，下骹阁有田，田你若甲种子稻仔个种子甲下落，就发苗啊。哦，啊，顶完一撇，飘撇的台湾人。安尼这个生袂歹嘛，吼！安尼就会记对着我，你就知影讲我生番，即对这个住伫水边的番，啊，伊迄个族群叫做马英九卡在平交道迄族的，吼、哦，马卡道族的，吼、啊，安尼好。好，先这部分自我介绍到这，好，来，我即马要讲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主题叫做台湾主权地位的探讨，好、哦，啊这。过去国民党拢不爱甲咱讲，国民党甲咱教的拢是叫做愚民教育，哦，拢在甲咱骗。啊，中国人都上我骗的，哦，因家己有顺口溜讲“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吼、哦。啊，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若去遐做生意，去遐投资吼，伊拢在等你更上更好啊。生产线开了，哎，拢顺利啊，汽车起啊，哎嘛派人你来，甲你，互你应征，安那你比有法安怎做？做甲伊拢会晓啊，摸好了，伊就派人来啊，讲，哎，啊你对一公安的就来，讲，啊你对一项吼，你漏水啦，你创啥喏？你爱走哦，无你无走吼，我甲你整个头讲，我是讲看你好朋友，你紧走，啊那无公安的，马上要抓人，台湾人都惊死。好、哦，啊，所以听了安尼吼，闹跑啊，规个拢放乌因啊，足侪拢安尼，啊，无会调人设美人计，啊，伊甲你翕相，啊，甲，等伊拢布置好啊，啊，你的功夫拢甲你学下，伊就安尼去冲一步，你紧走，啊，无要甲你了，好、哦，足侪波啊，好。那么我要讲的这个台湾主权地位，他们都资料拢是咱秘书长所出的册。第一本就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啊，这本可能绝版啊，卖了了啊，吼。啊，过来第二本就是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足密切的。你也感觉讲在台湾，伫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谁那来要做什么代志，舒舒行行，敢那美国拢有意见，拢会咧下指导棋。好，过来。台湾最终地位第甲第二节，那后壁就有咧卖啊吼。上重要这本《新台湾论》，哦，这本每一个学员拢应该爱买一本，读一遍无够，甚至你爱读第二遍、甲第三遍，哦，你才会让融会贯通，哈。啊，我就是拢咱秘书长出的册子，哦，你甲做一寡资料的这个筛选出来，哈。啊，过来网站有咱台湾民政会。官方网站吼，啊个《自由时报》电子报啦，啊是台湾海外嘛，好有一挂不同思考的方向，你看台湾的地位哈，好，好，嗯，邓先生，刚才袂叮当呢，好 ，OK。好，
那么咱今仔日来遮做伙来写台湾新的历史哈。你来遮上过初级班、甲高级班了，你绝对有负担。想讲啊，咱用骗遮久啊，我即马有法度了解台湾的主权地位了，我爱来替台湾做啥物代志，了一定有一寡这个负担哈。好，那么我先的话来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我过去是民进党都成立，吼，我都加入吧，因为我进前伫学校读高中的时阵，教官就要招我入党，啊，我就无爱，因为我对国民党有真大的疑问。因为我迄阵感觉讲奇怪，我的肤色，我甲我的五官，甲因中国人拢无共，啊，因遐拢讲阮是中国人，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哎，啊，我就作怀疑。啊，所以伊要加叫我加入中国国民党，我对这个中国都作怀疑、作讨厌，所以我拢不来。啊，过来这边同款，葡萄酒嘛要招我入党，我也袂瘾。啊，所以好康的无通啊轮到我，哦，要送去受训三个月，遐什么驾训队啦，还是通信兵，迄去三个月受训，当下都随身变下属，哦，为二兵就跳下属，薪水低。要一半哈，我迄阵一个月呐，二兵是领300块，啊那下属4500呢，哦，我迄阵钱真大银啊，所以到天午，我就想办法讲，我爱求真功，到底中华民国号称战胜国，那么日本是战败国，我绝对要来日本看卖，好，啊所以我。差不多35年前，第一次去日本。哦，我真正托我求证着讲，真正国民党甲咱骗有够久的。哦，伊拢讲因外交都外交。去到日本，人迄阵就有新干线啊。哦，35年前，人新干线就走到。哦，那么咱到头5年前，咱的高铁卡拄啊开通，咱就敢那间接咱就。这部咱就输人30档啊啦，吼！啊，所以人可笑就讲，那迄阵战后，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蒋介石派个部队来接管台湾哦，咱就像琉球安尼，和美军直接占领。咱今仔台湾是有够好个所在，真正迄条正港报道，国民党来台湾70年啊，甲进台湾，互伊歪压袂倒啦，你看安尼有好无？伊安尼。青菜搬、乌白搬，近摆呐，因国民党所设计，像比如高速公路，哦，第二条高速公路，敢那阿扁啊，通常安尼三家都阿扁啊去赢吼，2000年开始，这个南二高、北二高安尼个起起来吼，升2500亿，敢那这条高速公路升2500亿，啊，你哪讲和国民党迄届哪讲和连战掉啊，就送掉。追加预算，追加2500亿以上，甚至5000亿，国民党拢安尼创个啦。像那核市场一直硬爱起，阿变就任就变个动无掉，好无？迄、那个迄阵唐辉嘛，唐辉第一任的这个民进党请来做这个行政院长，好无？那么为着讲理念袂合，跟他做3-4个月就落来。哎，伊迄称病啦，哈，伊做袂落啊，迄个理念差真济。中国人的思考跟咱台湾人的思考无同，哈。好啊，所以国民党70年，把咱头壳内底下作着中国粪扫。那么咱来遮，就是要把遮粪扫清除。那么我嘛真幸运，会拄着咱秘书长，哈。啊，去日本了，给我增加信心讲。我的怀疑是对的，所以我拢咧看东外杂志，迄阵有《美丽岛》杂志写，吼，还有迄个志文，迄个邓南榕，伊吼伊个杂志换过来，还有《时代周刊》，还有啥物，反正伊那许即间杂志写许插风，伊就阁有一个新的名阁出来，吼，啊。包括每日聊杂志社，我咧要第一本甲第二本，第一册甲第二册吼，我咧要留起来。我拢咧看这個，所以
民进党一个成立，我就随加入吧。迄阵是讲，科发一个人要引导国民党无可能，一定爱加入政党，有团结力量唔够力。哦啊，但是我迄阵拄啊结婚，囡仔拄啊生出来吼，也抱咧。我的朋友甲我讲，潘爱你咧笑，你唔惊迄个爱关哦？你按正得爱关，你无惊来嫁人去呢？虽然迄阵阿伯解除戒严，吼、哦、风声鹤唳，但是我嘛是加加入啦吼。所以，但是真可惜，就是讲来到社，社长人迄个徐明德甲柯信荣做党主席，我就开始练了呀。一个讲要大胆西进了无？要把台湾的资金、技术、人才拢送去中国，去教因遐做产品，啊，甲回转啊，伫回销转来台湾啊，还是伫全世界拍咱家己的人。啊，所以介侪台湾人都无头咯，吼、哦，工厂拢伫。啊，过来徐明德讲要喝大和解咖啡有无？要金马撤军。啊！这热脸贴国民党的两屁股，吼、哦！这我足看袂起的。中国人伫二十八事件，甲咱台湾人的精英，这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的台湾精英，有计划依照名册，这个名册是拄啊建楼，蒋经国就派个情报系统入来搜查，讲各乡镇区的头人啥物名，讲列册。利用二十八事件，准做一届，甲这人拢抬掉。这拢足优秀，这拢像李远哲啦、柯文哲这款的优秀的人才。你奇怪，这两拢姓拢啥物哲呢？吼，啊，佮拢新德人。好啊，讲到柯文哲最近，伊去中国访问，吼、哦，迄、那个双城论坛，伊啊讲一句话，我听了足袂下。我是足欣赏伊这个人，伊讲两岸一家亲，吼、哦，这伊可能我那中国册用那读伤济，所以要有一挂中国本土系里内底，久久也会发作起来，吼、哦。啊，这咱同款哦，咱定来安尼，无对无代无志，咱向着讲一个外省人，啊，我去食外省面，台湾无外省人。台湾啊，定讲台湾敢那两种人，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吼、哦，就咱秘书长讲的，你若去请台湾民政府说，吼、哦，美国发的这个身份证，你就是正港台湾人，村内拢叫什么人？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嘛是外国，伫个外国人内底，吼、哦，所以你甲分这两种人就做分啊。你若讲因是外省，我阿咱就叫做本省。啊，就变中国的一省，啊，咱就用包伫内底呀，所以唔好讲因外省人，也是讲你去食外省面，你食，因是中国人，啊，咱来食中国面，吼、哦，食无要紧，吼、哦，咱冇台菜，啊，因有中国菜，互相因嘛食咱的，咱嘛食伊的，无要紧啊，啊，但是你唔好烧脑伊，哦，啊，唔好讲本省，咱啊本省。啊，咱就变中国一省啊，对不？咱不是省哦。好，那么都社长定，社长定，我定开拢讲社长。徐明德甲柯信荣因两个做党主席，我失望了。我从开始无咧参加民进党的活动，唔啊无外久出现一个政党，哦，这个目标有够明确，伊敢那能力建国党哦。啊！这目标明确，我就是迄阵独派深独的深度的，就台湾要家己做一个国家，要家己管家己安尼。哦，所以这听了建国党成立，这无加入就艰苦，我就随加加入吧，好啊。无偌久，民进党夭寿，民进党看讲哦，这个党拢是人才，拢是师资辈，拢教授、老师、工程师、医师、律师、毛法师。所以讲，哦，啊，这大家拢水准较悬，啊，民进党迄阵的素质拢较一般，吼、哦，较草根性。
伊惊讲，安尼害啊，民进党会用建国党取代，所以用人头党员一千个加加入。啊，迄阵遐教授吼，较文啊吼，啊可能较单纯，啊欢喜讲哦，愈侪人来参加愈好，唔知讲遐入来了，开始甲你质变，开始要求讲定选举。啊，选拢选输啊！国民进党足够选诶，足够操盘啊！操盘咧到底内底干部拢要换，好全要换伊。所以民进党输心，伊为着伊党诶生存，伊无看到台湾诶前途诶，前途啦吼。伊应该爱看建国党配合，就讲文诶写文章、写论述，伫媒体。跟拿军的小镇的，拢好建国党的这教授学者去写论述。啊，民进党甲配合这论述，来行街头运动也好，还是议会路线，拢 OK 嘛？分工合作，结果不是甲消灭。啊，这拄啊跟蒋介石因来利用二二八事件，甲咱那三万的精英甲消灭掉，不是同款吗？好不容易台湾的高人起来，第二代高人葡萄。家己民进党甲忽掉去，所以这我真愤慨。所以建国党从开始无做过伊，因为民进党渗透入去了，干部拢换因的人，伊都无作为啊。啊，我一个有魂无体，唔知要去挖底啦，无啊。本来民进党下去，我唔是民进党，我失望了，我本来都已经这个。连云四界咧飘，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建国党，拄啊入去了无外久，我伊个消防员啊，我即摆个练伊，吼，啊到2006年，什么七月份，哈，七月中，我伫报纸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电管有这个机啊，洗衣机啊。啊，其实这个啊，我伫这个公区，车中正咧起捷运的时吼，中正路的地下道咧挖，我逐工拢爱为遐经过吼，去屏东上班，我阿他帮伊啦，伊遐有流沙、水流沙吼，一挂地层下电拢归帮伊，我阵无路使啊，我阵爱走电管，啊走电管，我就看到这个机啊，做挂机吼，伫遐五路凯旋路铁路跟迄个五一路、一路迄三角窗，哦，差十几支。我第一下看到这个机啊，讲哦，啊，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迄阵是安尼想啊。啊，到后尾啊，我看到报纸迄个吼，电管阁有写评论，讲咱林志升秘书长伫遐咧，吼、哦、主持节目2点钟，10点到12点，我甲全人听，哎呦，听了阁会吓呢。这台湾味的呢，吼、哦！啊，伊讲，迄礼拜拜六暗时7点半，买伫武庙的黄昏市场，有一个一场演讲。迄阵庄南成算做伊的，这个，以前咱秘书长就是去参加高雄市市长的选举，啊，这个总干事不是总干事啊，竞选主任委员，就是庄南成。那么迄天我去吼，伊就发这个设计机要完，吼，我就加来欢喜去遐坐咧。做南城讲头前，后半段咱秘书长伫后半段压轴。做南城就做我讲啊，对无？做我演讲，迄热场我就又热开。啊，秘书长就来去你讲，哦，要求我，啊，这都跟阿扁啊同级数的，这总统级的啊，迄、那个演讲下下叫足煞拍，足热的。迄、那个气势拄啊像阿扁两千年咧选举的时候，我去听阿扁的演讲，同款，嘿，拢无咧看台柱，一讲啊足煞拍好，我迄讲安尼机啊一手一甲要断去，袂忝咧，好，精神足好诶。本来我对政治已经冷去啊，迄讲有咱秘书长差一个，就一个烧差不多39度，烧到今麦还袂退，所以我今仔对伊讲真。我到顶个七月底拄啊足高呢，哦，拼无走的，只有伊甲我赶，吼，好，
所以真趣味，嘛真幸运。实在秘书长了，哦，伊咧演讲咧讲台湾的地位。过去我伫民进党、伫建国党，我都得到答案，拢伫秘书长了做着。秘书长敢那一个歪字典，我随时有问题，随敢问，随甲你解答。哦、我够佩服的哈、哦，所以这真正人才。那么进入主题来讲，台湾的主权地位的现况是安怎？好来，这有的可能初级班有的其他的讲师有讲的，但是你甲当作复习哈。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好、哦，你看这是命令，伊是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盟军来台湾受降，来占领，代替盟军来占领台湾。好、哦，因为迄阵旧金山和平条还袂签，先爱来占领，把咱日本皇军的武器收起、收缴，哈、哦，啊个，这军人全送等于日本去四大岛，哈、哦，啊，这只是一个代理的军事行动呢，哈、哦，并不是台湾平和主权的移转，但是国民党来就给咱骗啊。讲10月25号，迄占领军的迄个投降典礼，伫台北的公会堂，就是即卖中山堂，讲迄个做主权移转，甲咱骗讲台湾光复，哈、哦、，OK， 好，其实1945年年底，国民党哦，中华民国国民党国共内战输，大败退，规个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澎，头拄啊，这个是合法的。第五，依照盟军诶麦克阿瑟哦发布的一般命令，但是第二波来的这些人，伊是武装的难民哦，这无经过盟军的同意，只是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回去吧，啊、哦，所以那一般的难民被。因为战争的关系，要走去别个国家，是毋是？拢爱做签碑，来到人个国家的关卡，都去拢你若走不去，拢缴械啊！但是迄阵咱台湾军，吼、哦，日本的皇军拢倒去啊，啊，台湾人无武器，啊，因走不起来，咱无法度加反抗。而且伫迄个3年外前，1947年28事件发生了。台湾的精英材料、领导者、迄个材料，无人领导来抵抗。啊，你迄阵啊，无武器嘛，无材料，干咪抵抗？啊，所以这些人拢是非法入侵台澎。好，那么咱来看讲，北美难民2013年哈，被问叙利亚难民遭遇伫伊拉克的克德斯坦哈，诶，地区这个难民，你甲看。这是联合国 UN 这个联合国的救难总署替这难民所起的帐篷。难民是爱安尼哦，这是正港的真真正正的难民。但是中华民国国共内战输，招来台湾，因大的难民已经起第二代，第一代是起乌霞族对吧？给出来，啊，差不多20年。20多年前开始建村改建有无？李登辉阁编6000几个，哦，为台湾头到台湾尾建村，差不多拢较我多的区的拢差不多改建了，好、哦。啊，咱来看，即嘛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伫北高两市，好、哦，你来看，这里、個、这条是建国南北路的这个哦高架桥。这边就是大安森林公园，这边你看，这较早是国际学者附近哈，迄阵遐拢改厝啊乌鸦厝，日本时代留了乌鸦厝，哦，啊就尾啊佫增建的一挂乌鸦厝，迄是第一代难民营，即卖第二代难民营起大楼，起啊足皮的了大，好、哦，好，过来高雄，高铁落来，你若走翠华路，哦，拄我头拄咧讲的，迄、那个。中冠铁路边啊，你会到遮阳这个国贸边啊，才有一个社区，这新起的第二代。
够万坪的草坪，会当让因囡仔都要放风吹，遐难民的后代底下放风吹都要算，安尼有豪华无？砍头都啊，迄个叙利亚，迄联合国救难总署替因去的，即咱台湾人替去哦。吼、哦，伊真正食台湾米，啉台湾水，食台湾用台湾，但是中国人佫嫌咱台湾，讲咱家叫做鬼岛，好无？迄、那个高观音有无？迄真正吼，人讲，迄食甲用海对啊，吼、哦，食台湾食甲安尼糟蹋，所以，那么，因讲因拢有功劳，因讲因替台湾咧顾台湾徛卫兵，所以，咱来起错大，诶，那平白讲，伊若有甲咱台湾人当作因的，因共中国人。无恁太无起厝，阮个是大人大。阮个厝，阮来家己起呢，家己阮爸赚个钱去家己买阿门土，买砖啊，买钢筋来家己请土水师傅来起呢。如果讲伊盖位都来徛卫兵，好啦，无阮个米，阮爸爸种出来米，卖交出来，卖交农会，看伊要食啥。你敢捌食着中国人来台湾？炸土地来，还是炸经济来台湾种稻米予咱食？敢有人食过？有食过个手好看？无嘛？因拢食咱个呢。阮爸若讲无，阮切个麦糕，你家也无要照顾阮，阮变三等国民。因着爱咱个起厝好大，啊，咱切个着个拍个好势，拍个打打，农会着个派人来帮看干燥度有够无呢？开点高呢？拍无打袂使呢？爱拢食白米哦，米阁配给到眷村入户，因个油电有诶半价哦，听讲有诶免钱呢。因拢遐电炉呢，有无？迄电炉迄阵早期迄差不多四十几年、四五十年前，迄拢足食电呢。但是因拢因个电免钱，也是足俗诶。啊，所以变成讲因免遐查。阮迄阵我做囡仔，我不记得。兄查兄甲呛甲呢，流鼻水、流目屎，吼、哦！所以因真正好命。我讲阮爸若歹甲切甲到阵，看伊要食啥。三江遐卫兵，因中国人都讲咧徛海防诶。三江无食，我看伊要徛一条诶，对不对？所以照讲，大家分工合作。哦，你讲咧顾台湾，你徛海防诶卫兵，啊，阮爸爸咧做田，甲米粮交出去。啊、你唔爱原来，甲因老起只水个厝，你唔原来起一栋来，阮台湾的百姓、老百姓大无咧，吼、哦。啊，所以雷公伫台湾，较早拢讲雷公讲歹人，唔对，即句话伫台湾未通。雷公建功拢讲台湾人，安那台湾人来布置啊，做事做田，透风落雨嘛爱去巡田水。雷公讲来拢嘛讲着台湾人。啊！因落雨，做风台落雨，因中国人拢比伫这眷村内底咧创啥？拍麻雀、包水饺，你讲讲伊讲袂对啊？对不对？好，过来咱讲，2006年十月二日，哦，迄阵，迄个拄啊，咱秘书长伫高雄选市长，哦，啊，阮有参加，伊迄阵控美案，吼、哦，啊，联邦的美国的联邦。法院有判定，或者复习一下，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哦，因为即马有咧承认的，迄拢是中华民国开钱，诶，小朋友遐国家来个承认的，拢咧作势，啥物拢巴拉圭、乌拉圭，啥物圭款的，啊无就啥物，哦，坦桑尼亚，迄拢非洲的小朋友国家，啊无就迄个啥，喂。密克罗尼西亚，哈、哦，密克罗尼西亚，伊英文叫做 micro 就是足小的哈，鼻、哦、塞大安尼啦。我、哦、迄、那个陈东山讲的鼻塞大的国家，哈、哦。好，过来，本土台湾人要活在政治的联合当中，咱即马会参加因的选举，对不？咱是台湾人，像西藏流亡政府哈，吐蕃因流亡去西藏。咪去印度，
因啊，底下咧选因的西藏总理，印度的人敢有咧堪明咧参加选举？无啊，啊，独独因流氓走来遮，啊，叫咱堪明做伙选，选侪全世界拢认同，嗯，啊，恁都欢喜要堪明斗阵甲做伙。所以咱即马许安尼混混混淆混甲台湾人头壳拢戆去，好，好，台湾了搁伫美国军事占领中，我头拄从头前我有讲，有一本册《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迄本真可惜因为绝版啊，吼，迄本就写得足清楚，吼。啊，那么等下我来讲一寡讲，虽然你无看到美军，但是有一寡迹象。你能看了，讲哎，确实只有美国控制掉了哈。好，过来第五就讲要求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原告。这个行政单位就是国务院、甲国防部，哈，这是行政部门。好，过来咱来看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宣言、甲违改来做一个比较。好，第一个，1895年哈。4月10日所签的下关条约，国际条约签介只拢会以迄个地名，哦来叫做伊个合约，哈条约。那么经济话，中国人就甲你创一个叫做马关，是日本迄个下关的迄个所在签的，哦所以咱爱学讲，咱拢爱讲叫做下关条约，卖讲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人的讲法，哈。第二个。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这是前一年的9月7日就签啊，一直到隔当年的52年4月28日才生效。好，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的，这两个是两个国家吼。下关条是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签的。好，那么这个是有51个国家签，但是有3个国家无签啦吼，到尾也无签字。那么这两个算上重要的两个条约，因为日本是经过这个下关条约合法摕到台湾甲澎湖，不是国民党来甲咱骗，教科书甲咱骗讲日本确战台湾，讲日本饕餮，搁占，哇，台湾这大地讲唔知变哪藏到落地啊偷窃吼。好，啊我来讲，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为案例，就讲。咱将来所有，若要讲到台湾的主权地位，绝对爱倒来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得回到历史原点。过来，或者台北合约，啊，台北合约就是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伫美国的强烈主导甲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伫台北这个。流氓政府来签台北合约，啊，这代表什么意思？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无派代表去签约，签这条，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无去签，啊，因为什么原因？迄阵国共内战了，1949年胜负分晓，国民党政府输，所以离开中国大陆，哦，走来台湾，但是。美国甲停，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流亡来伫台湾，但是伊伫联合国还阁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吼，中美英法苏，中华民国还阁代表全中国，吼。所以，那么战后因为迄阵咧拍日本，拢是差不多美国人亲身拍，中国人迄阵战败，因只面皮有够厚。哥敢讲抗战70周年胜利，伊是战败国，你知无？伊含咱日本的皇军小将，伊是战输啊！你甲想，咱的日本皇军100多万入去到中国，甲整个沿海省份拢占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重庆，伊绕跑，为南京搬去重庆陪都，有无？临时因的国都。秘伫重庆雾都，而且苏阿哥派伊密使来看，咱的日本伫中国的这个皇军的总司令咧密谈，讲，好啊，无咱来和谈啊，
啊，都让你捡的算你的，啊，剩的我的，啊，卖去捡啊。迄阵罗师傅那派情报人员渗透伫中华民国内底，知影这个消息，所以罗师傅嘛想一个计谋，叫做开罗宣言，听伊讲啊，就该就来，我给你尊称你呢四大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哦，啊，我给你钱，我给你物资，给你武器，你继续爱抗日哦，哦，就该就我送呢。有名声，我是我呢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哦，啊，过来，你也买我美金，也买我物资，哦，遮轻盈的这个要烧钱的武器拢有，哦，当然就甲因某宋，宋美龄就出来，今仔去开罗开会。本来迄阵斯大林嘛要参加，听到讲蒋介石来要来吼，因为斯大林足看袂起蒋介石的，所以。斯大林准不爱参加，所以个变三个，剩三个参加。丘吉尔、罗斯福、阿个蒋介石。啊，所以罗斯福迄阵想一个计策，就是讲，伊去甲蒋介石讲，战后若甲日本拍败了，我甲台湾甲澎湖，阁还我你中华民国。哦，啊，这个计谋吼，蒋介石都丢掉啊。爽到欢喜个，但是丘吉尔反对，所以迄个要签名，丘吉尔不爱签，所以到尾也拢无签字。好，啊，咱阁转来看台北会，台北会就是因为美国支持中华民国，苏联支持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两强之下，这两个国家尾也拢无多。派代表来签旧金山合约，所以到尾也是美国强烈要求日本爱跟台北这个流氓中华民国政府来签台北合约。啊，台北合约进行，伊是利用旧金山合约做台北合约母约。所以，啊有某人讲叫做日华合约，就是、日本跟中华民国伫台北所签的日华台北合约。这个日华台北合约伫1972年九月二九，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而失效，哈、哦。所以这个本来这是我们国际条约，但是失效就不好呀，哈、哦。好，过来，1979年，换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美国赶紧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啊，这就变美国的国内法，这就不是国际条约哦，美国人要。定台湾关系法的时候，因的参众议院在美国定好，无招咱台湾人去跟伊做个拟定条约，哈、哦，无拟定这个法条，而且定好参众议院高票通过了，进行在台湾实施，嘛无问咱台湾人，我要来用这个法条来管恁台湾，恁有同意无？嘛无。哦，这就是因为伊是占领军，伊有占领的高权，就是最高指挥权啊。伊、哦、所下落来军，用军事命令，这军事命令不得反抗，反抗就是台掉啊、哦。好，他都讲1943年10月25日这个开罗宣言，这其实唔是宣言，这是干那一个新闻公报。哦，迄阵有一个政治主张，哦，将来建楼要安怎变啊？迄号提供这个新闻公报，号报社的记者，通依照这个公报发新闻，等于给因的国家，哦，来。所以中国人哦，足无法理观念，无法治观念，伊拢人治，拢家己凭空想象。干呐，罗斯福总统。一个政治意向的表达呢，伊就把这个开罗新闻公报当作讲，台湾根据开罗宣言啊，就开罗新闻公报已经把主权哦变更要中华民国啊，拢安尼甲人骗哈。你看，这个位阶就是安尼摆的吧？相关的这两个，这种国际条约，国家甲国家签的，啊，这个我那国际条约，但是跟中华民国有关的已经失效啊，这失效的。
过来更加低一级的，就是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咱秘书长也讲，将来要要求美国，哦，搁置台湾关系法，要回来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因为台湾关系法保护着伫台湾顶管的人，哦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伫台湾，无论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拢受着美国台湾的关系法保护。哦，所以正港咧保护台湾呢，是美国，唔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许咱台湾个所留，哦，你也该注意，伊是难民，是咱台湾个所留，用咱台湾人的勤俭打拼。台湾牛，人讲台湾牛，一直做，一直生产物件来饲因这到要200万的难民。你看像迄当时1970年代，南北越战争，越南美军伊个支援，但是不也建树，哦，伊美军不也看啊，哦，这越共啊那排布的拢乌，像迄鸟鸡啊拢乌乌地洞，啊，只是啊你要甲。爬拢找无，暗时啊拢为个坑拢搜索起来。美军4万几个，尾啊看办者，国内啊咧反战，所以尾啊撤军嘛。撤军无三个月，规个越南沦陷，沦陷了，越南的人摕黄金买船票，安尼摕渔船安尼全世界逃难，敢若差不多3万的人走去澳洲、澳大利亚，吼。澳大利亚迄个土地遐大，差不多台湾到要200倍哦。但伊人口啊，堪咱台湾头平济，原来才2400万人。澳洲敢若收迄3万的埃贝叫母啊，迄3万的要借青英，拢爱靠澳洲政府。啊，澳洲遐大个国家，遐大土地，因着埃贝叫母啊。咱台湾是澳洲的1/2%，但是咱收200万人。咱个世界，看咱台湾人有够造句，有够拖磨无？因个甲咱骗讲，嗯，哦，阮撤退时砸几百万纽约黄金入来，歹势，南部拢无甲开着。因遐200几万的人，敢若因遐军人，吼，哦，要发薪水，因遐军人吼加穿了，放掉讲，你要发，你无法操作来哦，你袂发黄金。黄金阮较要收，迄黄金就头一年通啊，遐个银黄金就拢发了了呀。过来就食咱台湾人啊，对无？所以伊起码食咱台湾食，差不多68吨啊。安尼讲，佮你嫌咱台湾，我讲因保护台湾，那咱无甲收留哦，拢伫中国迄边，就许毛泽东的部队杀掉呀。那么开罗宣言到底这个新闻公报有效无？其实那伫因后壁的人，因讲话就遵守吼，握手就遵守。你知影后壁的人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教育，因对这个诚信甲博爱足重要，因认为这两个是最高的节操。你讲话要有信用，讲出你来做甲到，吼，啊你要听心，要有爱心。所以基督教拢讲博爱，这个博爱真正我足感动的讲，因美国人翁阿婆家己会生囝哦，但伊嘛伫全世界迄工收养囡啊，好无？但伊收养囡啊，真侪是有缺陷的，欠眼镜，有欠目睭，欠鼻啊，啊袂讲话个臭耳人。啊，那咱台湾人讲每工收养哦。好，拢要见个人人呢，白白胖胖可爱，安尼爱心就才能一个做下去嘛。啊，啊，讲到信用，美国人你若伫，你无伫银行咧出入吼，你叫做无信用，因為你拢无记录嘛。所以美国人原来因会当用信用卡，就是因拢水准有够，开定用信用卡。足早，因都无咧介少咧摕钱。我30几年前第一次去美国，去超市，我去超市拢做外景啊，拢像迄个好事多安尼。啊，我无卡，我摕现金摕100块而已吼。
迄销货售货员吼，都爱搁走入因内底，甲经理叫经理看讲，这一百块真啊假？因为足足看了现金，拢刷卡。啊，因咧找钱嘛，做很慢。比如我迄个买的物件，比如十一块五角，我摕一百块回了，搁加摕一个一块加五角回，安尼伊煞准袂晓走。你讲啊，你都摕十块都够，你来搁加摕一块，搁摕五角。我意思是讲，我要互你找九块，安尼，但是伊都准袂晓走啊。所以加注意。好，啊，咱来分贴台湾的主权哈。那么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来丧失国家的交战权，而且袂使主动履行防卫台湾的义务。啊，这个和平宪法哈，就是麦克阿瑟迄个伊的日本的明治帝国宪法甲修改第九条，好，日本袂使有军队，袂使发动战争的权利哈。叫做，所以叫做皇宫的和平宪法啊，伊袂使有交战权啊，袂使有部队。那么拢无部队，啊，日本的国家安全上要顾，就是占领军、美军爱负责，所以美军负责驻在伫日本的本土的时，就咧保护。但是尾啊发生韩战，啊，佮尾啊美军发现讲唔对呢，啊，拢我咧甲你顾。啊！你拢各发展科技的生产产品，汽车啊，搞我的美国、美国本来是将我做汽车，所以有托尔达、福达、吼、马自达，我拢打呢吼。托尔达、福达、马自达，拢这款的甲拍市场，所以有日本占去。啊，电子产品呢，美国人啊做输，你会去较早有一个 RCA 无？美国无线电公司，嘛捌伫台湾设厂，啊有迄独立。都无废料噶，灌入地下水落，所以作者叶光刚，各家今年年初敢那甲判讲胜诉，但是已经作者人拢掉感情死去，吼、哦，这 RCA 要也倒，就是迄个索尼，偏了索尼个吼，遐松下，和因只公司共倒去，吼、哦，所以日本发展伊个，即个国产的即个电子零件、电子产品，包括卡面啦。包括录影机、电视、水面机，哇，拢日本的天啊！日本赚足侪钱，啊，美国了足侪钱。啊，比如讲安尼会使，来，你要成立自卫队。假借既然袂当军队，所以只好用自卫队名义，所以日本靠这个自卫队哈。好，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的同意之下。一定被动履行其国防方面的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的法源啊。美日安保条约包括台湾啊，只是无明文下改。啊，不呀，你前几年较用周边有事，那日本的周边呐有发生代志，日本会当出动配合军队哈，甲美国的军队来防守台湾。那么这个安倍和美国各订签就各讲较清楚啊，哦，这个周边有事就包括台湾哈，OK。今嘛不是干那周边有事啊，佮包括哪影响到日本的危险哈，啊是伊的财产，啊是伊的生命线，就是讲伊的油路为中东的油要上来到日本中南有迄种。炸弹，这就是影响了日本的事。日本就原来这样配合美国作为出兵啊。好，这个美日安保条约正是日本对台湾尚保有主权义务之具体证据啊。美日安保体系之周边有事即台湾有事，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啊。OK， 所以台湾若出代志，日本甲美国爱根据安保条约。来保护台湾，哦，这样呢真清楚啊，哈，对，好，那么为电管家咱来看，来做一个小结论：台湾正港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属占领，但是
咱简称美战哈，日属美战。但是目前嘛是还佫流亡政府咧代替美国咧代管台湾哈。好，第二个项目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有甚物法律的依据，还是有甚物迹象，予咱会当发现讲哦，确实是美国咧管啦。好，第二个咱来先看。AIT 内湖新馆这个意义哈 ，AIT 本来伫个信义路哈，就头拄啊，丹森林公园头拄迄个迄、那个中国的豪华难民营边啊俩，伊即个新起起伫内湖金茂路100号，占地20000坪哈，开，然后新台币62亿，这是全世界美国伫全世界起的大使馆都即间起。开上侪钱，好、哦，啊，若要起上大间呢，是伫伊拉克。那么伊拉克因为回教的基本教义派，拢会用汽车炸弹，我安尼塞足紧的，安尼甲你弄，对吧？所以伊迄个伊拉克大使馆占地足宽，分有一个外围区、中卫区、哦内卫区，啊，每一排的路，佮台湾来做完全翘翘，袂当互你袂当直线加速。啊、所以大伊拉克上大，啊开上钱，咱台北来我这里一间，啊，啊这美国过去伫苏联的莫斯科嘛，捌起大使馆，但是伊个大使馆尾啊，规个拢拆掉，啥物原因？伊请当地俄罗斯的人，用俄罗斯当地材料来起的，啊结果迄阵啊，迄内底暗头条内底拢唱窃听器。不然美国 去查查的，规个拢讲了。过来，我伊要去，搁登去的是派美国工人，啊，运美国的建材直接去莫斯科去美国的大使馆，好、哦，同款，伫遮来铺的建材拢从美国进口，内部的咧去拢美国的工人，好、哦。咱台湾敢那甲支援区边啊遐围墙，无重要遐物件，所以你去的时候，你看拢看磅礴，无遐互你知影讲伊内底安怎去，内底咧安啥物设备，拢无遐互你知影，吼、哦。啊，即将来若完工的时是安尼，哈、哦，伊个鸟瞰的示意图。那么伊这个租期是租99年，搁加99年。差两档就48档啊！台湾自荷兰人来到今嘛，嘛要无48档，吼、哦！啊，所以你也想，当时阿扁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美国跟阿扁的什么福尔摩沙基金会所签的，吼、哦！啊，这等于也才讲这块第一个啊。48年后，敢有人阁会晓这个合约书出来看？迄看拢人事变化，拢袂记有这件代志啊！吼、哦，将来进入800名这个海军陆战队，吼、哦，过来，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吼、哦，那过去战争后，伊有美国占领，你注意下看，古巴啊，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因拢会设总督府，总督就是当地上大的官员。啊，波多黎各甲今嘛是要总督哦，吼、哦，关岛嘛同款。那么菲律宾、美国阿伯可以，这个独立出来是嘛是拢用总督，吼、哦。好，其实这根本是一个东亚防卫的通讯电站指挥中心。那呢，新竹的乐山雷达站呐、啊，好、哦，所征收的这个情报，拢会链接入来遮，好、哦，啊，佮链接去美国的太平洋总司令部伫夏威夷的总部，买链接去沖繩的这个什么加索纳基地哈、哦，普天间基地， okay, 好，好，过来看，这个防御性工程。阿扁在2004年
一月十六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啊、哦，这是阿扁阿要选第二任，迄阵许拿军的公投叫公投榜大选，啊、哦，对吧？那么公投的内容首先要经过美方看过，现在拢免予英国、法国看，都要独独爱予美国看过，因为美国是台湾配合的占领军，你要变什么空投，当然美国爱了解过。美国若弹头，你该这样做。以前要办什么统独公投，这是美国甲阿扁所画的红线，所以拢无爱会办。那阿扁头壳算袂歹，你就上者讲阿无我来办防御性公投，讲我要来发展一挂防御性的武器。啊，这款要防卫台湾、保护台湾呢，美国找无理由甲反对，所以迄个。有和美国有和阿扁啊办这个防御性公投，但是拿军抵制，所以无通过哈。好，过来，台湾啊发生什么灾难，美军会来救援。啊，这就是2009年八月七日摩拉哥风灾哈，好吧？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无要接受外国的救援，伊讲钱来就好啊，人唔免来。你看这人偌爱钱。而且，伊借这机会无意思要予中国的解放军入来台湾救灾。啊，这哪好入来？请神容易送人难，入来就拼不走呀！啊，台湾就麻烦了。啊，其实美国嘛，唔是讲啊，美国伫台湾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收集情报。美国谁知啊？哦，伊的国防部谁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的物资来台湾救灾，啊！你会感觉你注意看，那会恐怖。美国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对外咧救灾，对全世界闹灾难，如果美国出动去救灾，是这个美国救难总署咧统筹运作，是用民航机载物资就载出去啊。但是你注意看，这个是恐怖。派军机、军舰，一种军呢？哦，你说，这只西澳山洞力士型哦运输机，为奥克纳瓦的加索那空军基地去飞过来，哦，那在在做个迄个防水胶布，因为迄阵纳马夏小林村，哦，小林村迄头湾啊，我头来讲马卡道族，跟小林村因合作大满族。阮这两个族拢是西拉雅的支族啦，哦，因为有真部大部分的语言会通，哦，有小部分的智慧无同，哦。好，过来，伫台南的外海，嘛有军舰用直升机，哦，这个超级种马，我这做过来的，会当吊作重的，会当吊怪兽，好不？吊鲁托机，伊这头前鲁托机，后边这边怪兽。调这调去纳马夏，吼、哦，伊啊救灾。你看这种军呢，军机，啊，头拄个军舰，吼、哦，为者咱就当看到讲，印证美国也阁是《旧金山和平条第23条 A 所讲，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权国，吼、哦，美国是台湾的军事主要的军事占领权国。那么有主要。就有一个次要，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叫做次要占领全国，吼、哦，伊是由美国麦克阿瑟基下令你去台湾。麦克阿瑟伊迄个一号命令，伊是指参谋联美国参谋联席会拟定了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核准签约，和麦克阿瑟发布。发布的内容，和蒋介石的部分就是讲，北纬16度线以北，就是北印度支那哈，就是这个北越啦，跟台湾甲朋友是向蒋介石元帅来导航。你注意哦，跟他蒋介石元帅，但是和苏联呢，伊讲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哦，的北韩，看中国的东北地区，
是向苏联哦，苏联这个有国家名出来哦，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哦，日本军爱向这个导航，独独下令以后命令和蒋介石头前无国名，敢那蒋介石元帅呢？无写讲中华民国蒋介石元帅无，啥物原因？因为迄阵敢那因家己中国有四个代表中国，有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有一个延安的毛泽东政府，有一个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有啊，各有一个满洲国，要叫上来接管台湾。啊，当然是美国迄阵跟蒋介石较骂嘛，当然就给蒋介石了。但是佫唔敢头前唔敢挂国名，啊，因为美国嘛惊我后日出代志，我来用国家哦，国家可以继承。好不好？大清迄个孙中山加台湾，所以中华民国继承整个大清的版图。啊不呀，中华民国，你来用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迄个毛泽东台湾，毛泽东买这样整个继承呢？啊，你来用国名，我台湾那中华民国的台湾啊，就也有继承的。好，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来。接管台湾，啊，伊嘛要用中华民国这个吼、哦、搭这个桥，讲要来接管台湾，啊，毛泽东来安尼来，哎、欸，和这个继承理论呢，哈、哦，这个概括承诺这个理论，哈、哦，那么你也想军机干袂这样随意出入他国领土，袂使呢？我你记头两年或前，土耳其有一架军机战斗机，疑似。飞入，敢那疑似鸟，因为雷达站，那飞行机咧走较紧，那几秒钟就，吼、哦，无几秒钟就一公里啊，啊，飞我叙利亚领海领空，飞弹就甲射起嚟啊，一架飞行机又趴落来，吼、哦，所以这袂当随意进入军机，袂当随意进入他国领土领空。那么现在这个。8月8号哈，2009年莫拉克风灾，美国大主大话要来就来，中华民国拢唔敢阿动，因中华民国伊遐高层拢知影讲，伊个正港后壁头家就是美国，好、哦，伊遐靠美国吃枪，美国若就其讲叫你等伊金门妈祖，伊真正把我看看要走呢，好、哦，好，来2012年5月20日下晡。美国军机搁再一次降落台湾，但是这是军用的哈，波音737改装的美国空军 C-40 的行政专机啦，啊，内底载啥？派迄种是众议院的外交吼、哦、委员会主席罗斯列廷纳，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登基典礼。所以现在小英也好啦，洪秀柱啊，宋楚瑜现在被选的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局长，这也唱到一个局长就唱到，因为台湾关系法里面说以后不能再称中华民国，因为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啊、所以在管台湾这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哦、所以叫做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现在叫做马英九。啊！恁这七年外来，咱大家拢过了不好嘛吼。有过较好的亚洲，我看卖者。马英九咧主政，有较好的亚洲，我看卖。无嘛吼。啊，这有原因嘛？我讲一个故事你听。就是伫美国咧开这个显微手术的这个外科研讨会，国际研讨会。啊，下晡时啊，喝下午茶时间，啊，有三个医生就伫迄个走廊咧开讲，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一个咱台湾的。啊，日本这个医生就操蛋讲，我伫10年前，我有一个5岁囡仔，跋落这个捷运，迄、那个捷运的车，搞过，双手拢搞啊烂烂，我用显微手术，改医好，好、哦，啊，10年后伊参加世界钢琴比赛。
得冠军，表示十支箭头拢接我足灵活的。啊，我美国这个去了臭屁，嗯，啊，我嘛是十年前，我有一个十岁少年囡仔，车祸，脚搞一个脆脆脆，我甲截肢了，我用鸵鸟的脚甲移植入去。迄十年后，伊去参加奥运比赛，遭冠军。啊，即话等台湾这个看要哪臭屁。台湾的这拉伊来，你他有算啥？我二十年前哦，二十年前哦，我有一个四十岁中壮年人，车弄的头壳弄破，脑浆拢喷出来吼。我用电脑给移植入去，今嘛这个在台湾在做总统。啊，这真正用电脑在治国嘛？唔啊，治国呢，里里啦啦，咱大家艰苦坐过。我啊，这唔知讲这电脑，伊讲陆量就是陆啊耳光毛，有无？哦，我若要食一斤陆量哦，啊，迄看遐毛爱扣我这口，扣一斤。啊，有影呢？人伊即摆用毛咧治国，吼、哦，伊即摆叫一个行政院长叫毛志国啊，有无？哦，啊，这真正吼、哦，马卡龙吼、哦，这是马英九。哎，马卡道、马卡龙，真害！啊，以前咱做囡仔时阵读国校吼，如果你个年代啦，国校迄边拢嘛画一个反攻大陆、杀猪拔毛，有无？啊，即马咱即马原来爱杀猪拔毛，因为即马国民党个党主席姓朱，啊，伊呢行政院长叫做毛志国。所以咱今晚来杀猪拔毛，好，好，过来继续，过来，你看，2010年三月日本的核灾，美国三月十八撤侨来台湾，迄阵中华民，啊不，中国人上惊死啊，中国人先上台先撤侨，法国嘛撤侨等于了欧洲的法国领土，啊有一部分撤去南南。那么，像那三月十八，美国撤侨，无要撤去因的属地关岛，吼，还是撤去因的夏威夷州。啊，那阵撤来台湾，无经过中华民国同意，伊直接就飞行机就杀掉了，先杀去这个台中的清泉岗基地，300几个伫台中落飞机，卡去杀来汤。90几个来桃园路，啊，阵有一挂记者有去翕到，嗯，那遐少人，其实大部分拢伫青年岗了落啊，吼，啊，你注意看，即、這个当时三月十八，一政治讲三月十七，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伊就网站就公布啊，停止所有的美签，以前美签都要人去啊，要面试，面对面，吼。啊，即嘛是用电子签，讲所停止所有美签，哦，因为因的人，因的官员拢派来伫桃园机场，伫遮咧验因美国的头家、遐主人、遐公民的证件，要互因入来台湾避难。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我这听多地多代志，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呢，吼、哦。所以为遮来看。美国就是讲 ，AIT 虽然是一个民间单位，但这个民间单位咧管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呢，好、哦，甲行政院呢，主要你有啥物大的政策，拢爱 AIT 担头，你才会这样子，好、哦。好、哦、，AIT 进至台湾机场，自设海关，好、哦。那么海关是国家主管行事的象征，流氓进入海关，都得握有。好、哦，你注意我后边挂非拥有握有台湾主权之美国，以无权对他的上司执行管辖权。头家要转来，你甲台湾甲当作讲，美国拢总有五十一间厝啦，哦，台湾这第五十一间啦。啊，美国人随时要带对一间是在意的，所以伊发要入来第五十一间，台湾这间一声就当入吧。好、哦，免你中华民国批准，因为我是头家啊。我头家要来巡我的工厂，
敢得爱先通报讲，啊，我要来巡台湾这间工厂，敢会使？唔免啦，头家有自由出入的自由，哈，因为有主权嘛，对这个台湾的主权，要美国定掉嘞。啊，你注意个，这个主权你爱个分所有权加地上权。来，我怎么碰着咧？比如你有一家地，你要来租我潘良华，好，我给你用一年要十万，啊，我给你租五栋，咱来签一个契约，契约签好，我把五十万交你交啊，租五栋，签好，钱交了，标志啥物？你放弃这个土地，一家土地顶完的上权给我，但是咱签约敢有办过哦？无嘛？迄块土地所有权人要个你的名，你只是你放弃这块土地五年的时间，我潘良华要顶管要种什么水果，要种山，种荔枝，种金蕉、木瓜，在我种，你袂使甲我管，好、哦，好，这就是地上权甲所有权的先安尼分。那么你政治上，就讲主权甲管理权。日本伫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干阿讲，伊放弃台湾跟澎湖、哦、那么这放弃啥？放弃地上管理权、管辖治理权的对吧？和美国委托，等于委托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咧继续替伊管台湾。那么这块土地敢有办过哦？无呢？麦克那大家咧讲，干阿卡讲就讲波茨坦宣言呐。啊，甲台北合约，台北合约失效呀！啊，宣言咧危机遐低，伊卡拢唔敢讲旧金山合约，人敢若放弃地上权，你来是代替美国咧管台湾呀？你无这块土地主权，你无抓头抓尾无台湾这块土地名呢？好、哦，那么美国只是订了台湾甲澎湖的这个所有权证。但是这所有权的顶块名是日本天皇，安尼怎样意思？嘛，敢那讲，咱有土地，咱来甲银行借钱，咱是所有权证提抵押的银行，等于咱的所有权证抵押的银行手里。但是所有权的顶块名也要过咱的名，安尼了解无？好，搁一个咧，握有非拥有。他说：“美国等握有台湾的主权，但是没有拥有，因为真正拥有台湾主权是日本天皇，安了解嘛？哈，包括咱去桥上买矿泉水，哈、哦，咱伫个冰箱内底摕一罐冰的矿泉水摕出来，摕来是毋是叫做握有？但是还不没有拥有，因为你还袂纳钱。”所以法律上，你敢若握有还没有用，就要等你到柜台拿钱哦，小姐拍发票你啊，安尼完成法律的移转程序了，你行出去超商，你开一张拍开开啉，啊无照讲你袂使，啊袂拿钱你就敢拍开，伫法律上安尼是袂使吼。啊，所以美国买入来台湾，伊会使做自由进出。中华民国都不敢动、哦、那么美国这个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口，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无权审查主人嘛，对吧？所以因为海关的中华民国海关爱靠边站，是美国的 AIT 的官员直接底下咧审伊的主人啊、哦。美国拢讲民主嘛，啊，因这官员是公仆，人民才是主人。OK， 那么。同样的情况，咱回来到咱家门口，咱是不是锁匙拿咧，就开门要入去啊？敢得去问边啊？咱饲的迄只狗讲：“哥哥，啊，我要入去，敢会使？”免嘛，咱是主人，咱锁匙拿咧，大风甲开就甲入去，免问中华民国迄个看门狗，对唔？好，过来咱来看，2011年十月二九。美国的有只空中加油机 KC-135 哦，降落台湾中山的空军基地，哦，这只有够大只。啊，记者一个问 AIT 的官员，
啊，恁在即只遮大只来台湾要创啥 ？A I T 原来得了原来真天才，甲记者讲，无啦，阮都，阮个 A I T 个官员一个囡仔吼，红个啊，破病，阮要用即只无人机甲转去日本治疗，骗笑个。比如讲，咱也有一个红个啊发烧，咱要咧送病，敢得去请甲一只游览车来载？唔免嘛，客辆车就好啊，也是咱家己轿车开来当送。哦，伊都驶到即只遮大只，其实这有内幕吼、哦。啊，其实嘛奇怪，啊，要去治疗台湾的呆呆病，啊，就是严重，敢拢无医生会晓看小儿科啊吗？哦，啊，所以这真大，这个有内幕，其实就是讲美国。伊甲这只无人机由底甲甜甜，雕工要来去松山机场，一跑到会砍入的，好、哦、啊！松山机场颇算足歹降落的一个机场，好、哦，因为四面环山，你还先先那个人口台地，掉落爱水降落来，降落你若飞不好，爱去重飞哦，要重飞飞啊嘛，中央山脉哈、哦，雪山山脉。你飞不好就弄山，所以这个机场算危险的，真歹开的飞机场。伊个定载几只战友载到顶顶，一般无人机若要起飞也好，要降落拢爱逆风起降，风会甲你动，会甲你塞我安尼起安尼靠飞起来，塞安尼要落来袂一声就载落。你若顺风，有时啊你顺安尼好势好势，甲你起落你就撞落地啊。有时啊你头前迄、那个。轮子哈，机轮当一凹的都出来，都有些变会爆炸哈。所以才这只落来，伊要落来顺风降落。那么飞等于伊个调顺风飞起来，顺风安尼，顺风会给你头壳刺的，让你不爱扑袂起来，会拖作风呢，会弄壁弄山。所以伊咧掠这个参数。就讲将来万一台湾阿强啊呐起兵要来摕台湾，美国爱赶紧甲一寡重武器、吼、哦、重装备，爱用运输机运入来。那么迄舰车啊，是榴弹炮啦、啊，啥物话遐设备要入来，爱用迄个头拄个 C-130 当运输机载入来，迄遐重，即双人机长会砍入来，啊，会飞人机挡会掉，载遐重你，咱若开车，咱若满载载五个人咧挡。就会拖动有无？伊就一张满载，要来个手讲，我伫上歹环境，佮顺风的状况，我落来外远较挡会条。啊，我再甜甜要起飞顺风，外远我较飞起哩。你俩即参数，吼、哦，所以唔是讲要来载一个红个啊，要去日本治疗，吼、哦。好，过来，咱来看。台湾管理法内底第二条 B 之六甲 C 规定哈，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压手段，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哦，这就是美军赴台的法律的依据。啊，即个台湾管理法，咱台湾人足学了这条。台湾管制法袂使废除，因为伊咧保护台湾。头拄我讲 ，people own 台湾，只要你住伫这块土地，顶管拢受着美军保护，吼、哦。是美国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杜鲁门总统遂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吼、哦。美国遂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保护台湾。其实两个主要目的，就是无爱好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去反攻大陆，嘛无爱好毛泽东起兵来摕台湾，两边作战。美国讲，我正雄雄安尼，南北安尼战争，我赶紧爱来救南蛮，我无，我要后壁调来部队啊，维护来顾台湾，我得先派第七舰队。保护这个台湾海峡，所以从那开始，1950年，
蒋介石前一工、前半年外前，较拄啊为中国撤退来嘛。所以半年后发生南北韩战争，美国随派第七舰队咧保护台湾。保护台湾当然，就像即马台湾管局也讲啊，只要你是住伫台湾顶管，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的台湾人，拢受到美国的保护。但然啦，就当来旧金山合约，或者 People of Taiwan， 就是讲正港所属于本土的台湾人，较受到旧金山和平条约保护，中国人就无保护带来。好、哦，恁到咱来遮，哦，恁无台湾的迄个身份嘛，哦，恁是难民。好，所以咱即马告诉你，咱即马了难民咧，甲咱通知，迄难民佫是三流的国家的难民。那么这条美国爱保护台湾，哦，这条法律，这是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权利甲伊的义务，哦，占领地区的国防是美这个占领军来负责，哈，哦。好，过来咱来看，1996年台海危机，迄阵拄啊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有无？较早拢国民代表咧选。一开始全民普选，只要你是满二十岁，哈，都拢会使选总统。美国随派克林顿总统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入台湾，这是美国克林顿总统依照头拄仔讲的台湾关系法，要有权派兵。台海危机的时候，就是李登辉咧讲两国论了嘛，哦，迄阿强啊就起批评啊。朱镕基，你会记迄阵咧？伫电视吼，迄、哦那个迄款安尼，迄款面相，台湾人看到就受气。你愈安尼吼，气压压，我愈要投李登辉。所以个李登辉摕54%的选票，吼、哦，彭明敏甲摕200几万票呢，看好。那么咱来看，迄阵美国航空母舰通攻台湾来着，吼、哦。啊，这个美国，你若一架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出来，是给你警告。伊若派两架，代表什么意思？要进来无要紧，我及时传好啊，要拍来啊。啊，姜啊，迄阵就是甲基隆港外海、甲高雄港外海为两个禁制区，所有飞机船舰袂再经过迄个区域，迄就是咧甲咱封锁咱的港口。啊，这足天大地大代志。你无讲，家己人唔知，因为迄当时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敢若剩32%，那丰收会当34%，等于三分之一的粮食，咱家己会当生产，剩咧三分之一的粮食爱靠国外进口，好不好？大豆、玉米、杂粮这种三分之一，66%爱国外进口的，伊敢咱设丰收港口，好咱的。生产的这些五金物资、电器用品、IT 这些，哦，比如手机啊之类的电脑零件，无法度出口，咱无法度赚外汇，无钱，佮无粮食，咱的战斗粮、战备粮会当食到6个月，6个月后，咱的战备粮食了啊，外口物资无法度入来，啊，咱台湾就无粮食好食。啊，都为了抢粮食，可能就南北战争啊，哦，啊，所以这对于国家的安全、人民的财产、生命，足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克林顿知影讲这个严重性，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阿强阿总救起来，惊着，伊无想到讲美国动作这大，派甲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因为美国若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等于有诶国家的。国力嘛，无迄只航空母舰战斗群，诶，那个武力吼。过来，美国根本是一个常进人。台湾的地理讲中国的这个局长啦吼，无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还是阿扁，还是慢慢叫，拢爱看美国的目色。美国对台湾的地理当局的局长拢说三道四，啥物代志拢爱美国说了才算数。哦，你有感觉这个经验吗？哈、哦，你要看2000年阿扁也选到总统5月20，
啊，边个要就职去哩？哦，阮大家欢喜，拢要等看讲，啊边个要讲啥？阮只独排欢喜个，要等要看。我还去哩，甲你讲四不一没有。阮大家拢倒向呀，有够失望个。哦，伊全世界无人讲，选到总统咧就职的时吼，讲起来讲，我这不爱做，这不爱做，那不爱做。大家去拢嘛讲啊，我要来做啥？要做啥？好，咱的人民大家好趁食吼，啊，大家身体健康，富裕，那个生活富裕。啊，伊去哩，甲你讲四不一没有，我有够失望。啊，咱来看伊到底讲啥？啊，这就是因为美国伫后壁咧操控，你要演讲啥？就职典礼要演讲啥？哎，先上来我看卖者。啊，这条袂使讲话条，啊，你还佫讲这個？四不一没有，爱甲我讲，我来看。哎，不宣布台湾独立，对美国上最大的一条红线的这個，因为台湾现在袂使独立。台湾这块土地不是无主的土地啊，台湾这块土地有两个主人，你还记得？一个所有权证的名，所有权证的人，日本天皇。过来握有这个所有权状的这个债权人。美国，台湾这些土地就是因为战争，你日本迄间奇袭珍珠港，啊，你这个四年外来这个战争，你甲美军拍死，你甲人个军舰轰沉去吼，这个神风特工队甲轰沉，飞行机互你拍炸了，这些算是你敢免敢赔，叫做战争债。琉球迄当时就是战争债有形。琉球在1969年迄个时阵，迄阵国王拢美国咧顾，日本一直生产物件交全世界，赚足侪钱，所以日本政府有钱了，去跟美国政府谈判讲，啊无我爱赔你偌侪钱，你可要甲琉球还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好、哦，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交出来，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1972年的5月15日，迄阵的尼克森政府准甲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予日本，是安尼哦。钓鱼台是台湾的，无唔对，因为钓鱼台，咱迄阵的宜兰的渔民不是遐掠鱼啊，拢无代志。什么原因？因为早期日本甲钓鱼台划拨伫。日本的台湾的台北州宜兰厅头城咧管的，钓鱼台是台湾的，啊你莫袂记，台湾日本天皇的，啊你钓鱼台敢是日本的，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袂见笑，用历史的，好唔捌几百年前讲有人有去，因中国人有人去到遐，安尼就伊个啊。那你个你呾唔紧甲占倒来，你唔是讲不惜一战吗？啊！你若讲要讲，李登辉讲钓鱼台是日本的，讲出卖国土。好啊，你作搞的，南沙呀吼，咱本来几个岛拢，迄阵拢日本的迄个高雄州作管的，战后拢移拨予你中华民国去接管，接管到你即马剩太平岛要顾掉嘞，剩咧几个岛中越岛。中继什么美济礁，拢去越南占去。你他唔去向越南宣战，去甲占倒转来。你他不会收复国土。第二台你也你嘛去甲收复转来。中华民国更唔敢。好、哦，因那阵中越岛哈，伫、哦、这个，往那这个南太那个太平岛边啊。有一次做红台，所以遐守军拢甲叫倒转来，秘伫这个太平岛。我伫红台过，讲要转个我，越南的部队已经伫顶悬啊，无都转去啊。安尼讲，阵放点点，甲真拢唔敢去个抢倒转来。好，好，过来。两国论不露馅，好、哦。这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就是。一边一国，你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啊，这边叫做中华民国，啊，这嘛真了秀。阿扁啊，跟李登辉查过，李登辉咧讲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无？你捌听讲这句？中华民国在台湾，表示讲中华民国较早不是在台湾，较早是伫一个别个所在，啊，即马走来伫台湾，啊，你可以看到他流亡的痕迹嘛。啊，阿扁也去伫讲，为了要选两千年总统改党章，哦，台独党纲，中华民国，嘛，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有无？定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本来讲，你若要出卖台湾嘛，卖一个较好的计较。啊，你看这干嘛卖？无呢，用商的。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敢那笑的，敢那我，好、哦，我潘良华。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的名字叫做林志升，较有人安尼讲的。我潘良华就是潘良华，我无法度代表林志升。好、哦，中华民国不可以等于台湾，台湾也不可以等于中华民国。伊阿个男子汉有刀人就乱去啊，唔代表效忠上。即个阿公若拍来，中华民国呐，即卖中华民国国共一家亲啊呢，有无？因为黄埔军校的去中国，拢看因咧中国的解放军把酒言欢，讲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有无？啊，这有影呢？黄埔军校啥物人设的？啥物人提钱出来？苏联呢？苏联提供钱，提供武器，设黄埔军校，蒋介石底下做校长。周恩来做教务长，所以因国军、共军真正是中国军呢。因较早就夹做伙啊，所以国共内战一部分呢，黄埔军校毕业的是我毛泽东，啊一部分是我这个蒋介石。所以国共内战咧战，将来蒋介石拢输，因为你黄埔军校遐步骤，我阿强拢知影。所以建立到的阿哥毛泽东靠做情报工作，暗插作者，迄个匪谍伫蒋介石的边啊，包括咧参谋会议内底，你要布什么局，要什么战略，毛泽东一边拢谁知影？所以，人讲三十五省安尼输了了，输甲走甲来台湾省，啊，即省阁毋是伊，35间百货公司输了了。到来伫台湾这间百货公司，这间百货公司阁毋是伊个，那是日本天皇个。啊，所以蒋介石在国含慢个吼。过来，无要基因统独公投。啊，这统独公投是美国上惊。好、哦，你靠表外去讲哈。好，无要变更国号。不，那是选一个棒杯总统，党拢唔做，好、哦，好，后壁佫有一个无统一讲，非统一讲咧，非国统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注意看，阿扁也是一个独派的人，袂使宣布台湾独立，袂使一边一国，一边一国就独立嘛，佫袂使。基因统独公投，个别在变更国号，我今麦这个国号个中华民国，啊，国民党个做个宣传呢，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有无？伊用这个甲你喊啊吼啊，吼你，哦，人大家拢认同是安尼无台湾人做个西瓜挖大饼，哦，大家拢承认中华民国，啊，咱拢中华民国个人，啊，咱拢简称中国人，对不？好，安得用天通简红色那里。过来来看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啊，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啊，所以迄阵呢，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要有效，但是1979年1月7日，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了，迄、那个命令煞跟他断绝的，所以美国唔可以赶紧伫1979年的
四月七十定这个台湾关系法，佮通过，佮追溯回来到一月一号，怎样呢？已经超过四个月，佮过十天啊，四月七十啊。但是关心讲，追溯回来到一月一号，接不掉啊，跟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啊，这自己委托占领说说明书哈。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来替代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伊的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啊，你是怎样来？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10月25日，蒋介石部署来到台湾。在台湾公会堂办这个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那么廖在台湾在做头，就是蒋介石哈，以前等于用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给你派任来，一直到你一点会的时候，你现在想讲，美国在台湾开一间分公司的这个素食店，哇！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顾，啊，第二任，佮派一个蒋经国来顾台湾这个分公司，都开始拢派，吼。后来民主，这个民主的潮流，美国发现讲嘛爱好台湾人，佮你用选一个新的总经理啦，吼，来台湾这间分公司的总经理。现在你用民选的，选一个李登辉，后来选一个陈水扁，现在又选一个叫做马英九。但是你注意看，后面这些选的，那选到是不是都要等美国白宫的贺电？哇，也是很搞，好，那就是那个白宫的贺电，就是这个授权书。好，后面第二任到的时候，为了那个授权书，中选会玻璃门磕到破的，好，安尼无，我先讲到这，明仔再继续，多谢各位，谢谢。